今天是这个晴空万里啊，然后这个有点这个秋风，挺凉爽的啊。让我想起来那句台词了啊。这个春天来了，又到了这个动物们交配的季节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龙啊。今天的这个天气特别好，然后有点这个微风啊，吹到身上凉飕飕的。咱家呢有一条叮当啊，然后现在发情了啊，上次呢跟黑豹也没搭配上啊，这次呢经过这个考虑啊，我还是愿意让它跟这个丢狗搭配啊，毕竟这个丢狗的这个头衔嘛比较好，是西班牙进口回来的一条种公啊，遗传呢也是相当的不错。丢狗呢它就是诺基跟这个我犬上那条黑狼的父亲啊，这个遗传还是相当不错的，所以说呢等会儿咱把叮当放出来啊，然后再把丢狗放出来啊，让他们看看能不能这个结合一下吧。走吧，走吧叮当，带你去约会。叮当，你先在这儿吧，我过去把丢狗给你带过来啊。因为丢狗跟叮当搭配的话，肯定会有这个白颜色。过来，这儿来，这儿来，别找下去。
想把皮特给累死啊，皮特带着负重来，对不？知道吧？行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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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带你出来相亲来了，知道不？啊？他妈的，没有一个省油的灯，啊？皮特出来找黑豹，丢狗出来找皮特。那下次是不是黑豹就该找丢狗了？这个叮当啊，现在看目前看情况，确实到天了，该配了。完蛋了吧，丢狗啊！出来让你相亲了，你在那儿跟丢狗，你在那儿跟皮特较量。这会儿没力气了吧？歇菜了。丢狗这家就会保存体力啊，情商就是高，累了就往那儿趴，就休息。看咱家这个种公啊，丢狗，这家带他出来相亲来了，出来了以后就找 Peter 去了，提着光张操作一通，这会儿没力气了吧？看 Peter， 丢狗，丢狗，丢狗行啊，宝刀未老啊，跟那个灵珠呢，跟这个现在叮当呢搭配完了，这个丢狗呢现在成功的跟叮当呢搭配好了啊，就是期待他们这次的这个小狗崽吧，期待能搭配成功嘛。啊，这个丢狗啊身体里边有这个白色血，就是最古老的那种谱家，就是国王祖鲁血嘛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出这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狗啊，特别期待，但愿能怀上嘛。然后今天搭配一次，然后等到停个一两天嘛，再给这个叮当呢，就是再给它搭配一次，啊，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两次吧就可以了。行了，这回他妈丢狗啊，丢狗这次彻底是累成狗了，这家伙出来了，先跟皮特啊叫嚣一顿，然后又跟这个叮当搭配一次，行了，咱得。带他去休息了，啊，丢狗，别再把你累死了，丢狗，啊，别讲啊，哎，看咱家的这个西班牙进口种公啊，丢狗，特别这个古老的这个血，近距离。行了，叮当，他都累成这样了，你还不放过他啊，叮当？好了，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等下次再搭配的时候再给大家继续更新，拜拜。